此次淮阳大水，皇上少不得要拨匀赈济的啊。那么，国库呢？已经拨了80万两库银赈济灾区啊啊！何某不才，也得表达一份小小的心意，特捐银10万两了表寸心。还是个心意嘛。我想各位都是各地的地方官呢，啊，在这个时候，难道不应该解囊上报朝廷，下救黎民吗？哎呀，应该应该，霍大人说的有道理，当然了，那言之有理啊。现在就请诸位开始吧。卑职认1000两，2000两，我也认2000两。等会儿，诸位一定要量力而行，不可攀比啊！500两，800两，700两，1000两，1000两，我再捐2000两。干！何大人，敬一杯啊！来，各位都辛苦了啊！何大人。总计是多少啊？会客大人，总共不足5万两。啊，凑齐5万，不足的我补上啊。是，何大人，来，慷慨呀，慷慨解囊。多谢各位了，多谢各位了。好啊，说起来，各位真是慷慨解囊。啊，可谓是一汤中粮啊！是大人，过奖了。何某敬大家一杯啊！这两杯酒下肚啊，何某忽发奇想。何某在此地呢，有几个旧交啊，想借这个机会呢，和他们叙叙旧，单独的喝上一杯。大家不介意吧？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不介意。那好，就这样。我点名字，被点到名字的呢，请到前边来。啊，外合同知陈克济，卑职在。海防同知王德轩，卑职在。通判周勉，同知李敦，卑职在。守备张斌，卑职在。几位到河宫任上是我推荐的吧？谢中堂栽培。对于河宫的整治啊，皇上从不吝惜银两啊。啊，这次黄淮运三河综合整治，皇上就拨银100万之巨啊。100万呐。不得了啊！河宫的差事，哎呀，皇恩浩大！刚才我看了捐款簿子，证明此言果然不虚呀。别紧张，不怕你们发财啊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河宫的责任重啊。对，是，所以我要问问你们几位。第一，不曾侵吞国库拨银吧？不敢。第二，不曾偷工减料耽误工程吧？第三，大水来的时候都亲临大堤，全力守卫了吗？第四，水灾已成，都及时上奏了吗？说呀，说呀。皇上听说大水来的时候，你们几个都抢先逃命去了，今儿个倒全都露面了。何大人开恩了！何大人开恩了！摘去顶戴花翎。
请上方宝剑。将陈科技、张斌等五人押赴河堤，斩首示众。冤枉啊！好了，都起来吧。你别愣着呀，来来来，咱们接着吃，接着吃。高总和啊，卑职在。哎呀，这五个人是何某推荐的，何某失职啊。我已经自请吏部严加议处了。可是这五个人既然成了你的属下，你应当严加管教啊。是。宣皇上口谕，而徇私渎职，放纵属下，夺官罢职，交河堤上效命，赎罪。谢主隆恩。还有呢，押赴刑场陪绑施行。来人。何大人，委屈你了，请吧。走走。何大人饶命啊。何大人。哎，大家别愣着呀。咱们接着吃，接着喝。来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哎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哎，喝，别发呆啊。哎呀，灾区的老百姓现在还吃不上这个呀。